你知道我属兔用英语怎么说吗？它的结构呢是 或者 n 加动物就可以了。比如说我属兔，那就说 I'm a rabbit。那下面呢是十二生肖的英文慢速清晰版。鼠 rat 牛 ox 虎 tiger 兔 rabbit 龙 dragon 蛇 snake 马 horse 羊 goat 或者 sheep 都可以，猴 monkey 鸡 rooster 狗 dog 猪 pig 你学会了吗？学会的同学呢，记得在评论区打卡学会两个字。如果想看更多英语干货，来先点个关注，以后去翻看我其他视频。